对啊，今天有，所以我就想说赶快点。你想吃哦？之前不是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现在就是要来积极的上股票类课吗？然后我在海豪上面有挑了五堂课，学习进度又有一点落后，所以今天呢刚好就是手边工作都告一个段落，然后想说今天呢要来加速我学习的进度。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海豪上面呢是挑哪几个课程呢？这个课程我推不推荐啊，好不好之类，我之后可能会拍一支完整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课呢是这个雷浩斯的质化分析，找出价值成长股，然后还有这个王伯达的人生财务规划，然后呢还有这一堂24单元入门投资科学，然后我现在正在上，你看上到一半三堂，然后还有另一个是，我看一下哦，另一个是这个 ETF 的投资全球，另外呢还有这个就是掌握全球投资趋势，15个单元看懂经济运行，掌握全球投资趋势。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5门课只有上第一门课一半而已，所以我的进度呢整个严重落后。所以呢我想说今天的进度呢，我希望我可以把那个刚刚上到一半的那一堂给上完，然后呢再新上一堂课，就是要上完整整2堂课，不知道我今天这个进度能不能达成。那这个名字来源是因为当初他们发现了买进价值股，那也是让你这个交易策略有很好的投资报酬率。好，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价值股这里它其实某方面就连接到我们之前讲的第三个报酬。宝贝呀，你是不是好喜欢默默姐姐？默默姐姐在哪里？哦，她在看默默在这里。默默整个冷眼旁观。你说我下课了，你下来跟我打招呼啊！你看这个，哇哇，好会走了，哦！怎么走那么快？怎么那么会走路的呀？莫呀，你这个睡姿，你这个睡姿很好笑哎，你很累是不是？很累吗？我今天的进度还蛮不错的，稍早的时候不是有说今天希望可以上完我开始的第一堂课，然后现在已经上完了，然后我又上了第二个新的课程，已经上到一半了，然后现在是半夜1点，我觉得我把它撑一下，然后把第二个课程给上完。你好，我是王伯达，欢迎来到王伯达人生财务规划线上课程。我们在这个单元把资产分成高风险资产跟防御性资产，这是高风险资产之后才能够取得。所以呢，即使在追求资产快速成长阶段，我们仍然会建议你应该持有一定比例的高品质债券。弟弟，这个眼睛在你脸上看起来好小。不要，不要在黑暗中滑手机哦，要不然就会近视哦，知道吗？好，给你。好，换你戴。换你戴眼镜啊，宝贝，你戴给大家看啊！哇，好可爱！这个小捣蛋又来捣蛋了。哎，小捣蛋又要捣蛋了，对不对？爱捆了！再缓缓了，再缓缓了。现在是凌晨2点钟，然后呢我现在在看这个总经如何影响投资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课程呢、啊、非常有趣，有点像在追剧一样停不下来。我今天才可以看，然后现在已经看到66%了，想说现在还不累，想就是挑战看看看今天能不能把它全部看完。主要指标哦，双位数的下滑也代表着中国在去化产能的情况下同步最近的消费需求也还是不好。什么样的不同呢？刚刚提到中国是一个投资的国家，而印度呢，它可是消费的国家耶。哇，在那边睡觉，它跟这个毯子就是融合为一体，睡得非常的可爱。发现我们两个在回答这一题的时候 ，Q 刚他是呈现一种他脑子感觉一直耶，今天来参加读书会，李夏、艾琳，哈哈哈哈哈。之前买的床边床就是用的时间很短，因为他一下就长大了，然后后来就买一个成人的床，成人的床又更大，就不是婴儿。那床边有围吗？有，就他摔下去的那个。对对对。来，杯子来了。来来，您讲。我杯子，我家的。哎呀，护牌，护牌，护牌。这是贵的相机，然后跟我用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真的是连脚架跟上面这个毛毛的，一模一样，好可爱，好双胞胎哦。对啊。好啊，好，谢谢。这艾琳带来的康普茶礼物。恭喜恭喜，好，七刷，第七刷，各位，第七刷的作者书卖得很好，我超级期待第二本，真的吗？是被动收入的，被动收入 ，OK OK， 没问题。你们要看的，从头到尾让每个人面对我，对，怎么样动来动去，他就会模糊掉，他就对，然后再对一次，再模糊掉，再对一次。可是这是好事，他就会很灵敏，有一些是他就会你要等很久，就是比较快速的对的。今天穿这样，到家了。可以选稳定报酬率，反正就是存他的留学基金啊什么之类的，那个就一个月5000-1万，然后这样存。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去了解所谓的 NFT。就虚拟世界的东西，虚拟世界的，因为我觉得 NFT 它毕竟是一个趋势啊。今年好像是 NFT 的元年，对，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就是要坐在前面，对啊，才有机会，要不然后面都已经被炒得很贵了，对啊，所以你进场价格又高了，嗯，所以呢 NFT 我们也要去了解，所以我觉得我们把 Minky 送过去，接下来现在11月嘛，我们在农历过年前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些配置有一个基本的架构。只是我们本来资产配置现在就多了虚拟那一块，嗯，但我现在听到越来越多人在跟我分享这个，我就开始对这个也觉得好像蛮有趣的，但我不知道那个机制到底要怎么做，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啊，就是很新的东西，我们要跳脱常理去学习。欸，那像我弟也走在很前面，他之前就买比特币啊，然后现在又开始那边看那些元宇宙的东西，因为你弟本来就比较年轻，那他可能可以接受这些东西，而且他又打线上游戏。嗯，所以他可能本来就很容易接受这些东西。因为我是没有报过他的线上课程，不过我觉得他的线上课程好像也有套用情境的东西。然后我追踪他们的创办人，嗯，我也有追踪他的。哎，那你有看到那篇文吗？我刚刚讲的那篇。要去上儿童财商培训师的第二堂课，然后上礼拜有一个作业就是要我们试教，我分配到的那个单元叫做资产收入，然后就叫老公帮我做品，对，他很要求叫我帮他写报告，因为他分配到的是钱从哪里来，然后资产收入。课程讲师呢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姐姐。凤梨世家是我吗？对，就是我本人吗？对，因为我们买不起巴黎世家，我们就当凤梨世家姐姐啊。其实是我老公帮我做的，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说，哎，我多了一个头衔叫做凤梨世家姐姐。我一开始呢会先用就是生活中的情境去引导小朋友就是进入课程，然后我就会先问他们说，哎，有没有看过这些东西啊，像是这个是扭蛋机。宝贝啊，你走路走过来，你刚刚走了一大圈，那你给我离开记录下来，我看一下。走走走了，嗨，哦，别了。
对哦。有有有有，他醉了，他醉了，他醉了，是不是？你现在那么会走路了，对不对？嘿，哎，那么开心啊！他跟默默都很喜欢这个玩这个乐色吸管套，他就有点小感冒，跟他鼻子都是小鼻涕，都挂着两条鼻涕，很可怜。晚上有时候都鼻塞，睡不好。10月27日的12:30，然后呢，我今天就是我有按照那个进度完成了我在海号上面的5堂课。我明天想说拍一支影片来跟大家分享，就这5堂课我学到什么，然后推荐给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5堂课都真的蛮精彩的。现在看到这个 vlog， 应该那支片已经上了，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我拍的那支片来看我在海号上面这5堂课的一些新的感想。现在12:30嘛，然后平常也没有那么的早睡，所以我想说，哎，那我现在来剪一下 vlog 好了。我现在的 vlog 就是会初剪完之后才再给片师后制这样子。然后我预计可能就是在工作个40分钟到1个小时吧，然后再去睡觉。